搿里点老板干不？嗯，我叫做叶志成，我无可能去多配合任何冤家负责任。麻烦你，阿妈来清醒，再通知我一下。真正素皮就对，哦，看到你两个情感呢，我就想到我跟你妈妈少年的时阵。哦，拍摄啊，各位阿伯，今日咯，恁翕全家福，我跟恁做伙翕完，你敢不适合吧？啊，我夜会，阮两个都交往尔，未来安怎哦，相拢唔知。我是今日我跟恁看好相片，你会感觉碍哟。没啦没啦，志成，你莫想遐济啦，讲起你是阮妈妈的救命恩人。今仔无你吼，我这全家福可能减一个。阿姨啊吼，你也较野火吼，要发展安怎，还另外一回事啦。今仔我邀请你来翕相吼，是代表阮王家对你的感谢。安听起来有较自在啦吼。那我比较自在啦。刚做翕一张嘛，对啦，刚做翕哦。好啦，我来请摄影师吼，该包装的包装啦，快点啊。你走！志成，我团队在帮你钱。娘，我团队你紧走啊！你是搞定我命了，安排我来当班长。娘，辛辛苦苦给我这样用多爱，细汉时阵我排油漆，三更两更都破病发烧，都是拢破病。你嘛是给我爱的，给病拢忙，一条汗都甲规眉拢无法度开。后来我做护理师，伊唔跟我打护眉，伫夜班，伫咧找借口，轮流找来陪伊上宵夜好过。我刚接受到伤害，你替我偿还，你哪会目屎比我流的搁较济？你这么疼我？笑我，连一句轻轻的跟我骂你都不敢。现在我要出嫁啊，我还没报答你。我跟志成好好经营我的婚姻，互您放心。爸，妈，今天都感谢。都感谢你愿意把恁宝贝养活给我，后盖伊的幸福、快乐，就是我的责任。我一定会像恁同款，好好疼惜伊，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伊。咱的宝宝真大心，伊这段时间拢足乖的，都像我跟你试训的时阵讲的话拢同款啊。啊，不过有一点，我感觉咱的宝宝嘛，伫个想伊的爸爸。安尼哦，来等等等。哎呦哎呦呦！
爸爸，你最棒了哦！爸爸不在这段时间都替我保护妈妈，你最勇敢了 ，I love you， You， 好，把这个背给妈。老婆，我是真介意哦，你小鸟依人呐，啊，不过咱有更加重要代志要做。你这个客户办这个 party， 这是结婚纪念日快乐。我就是。亲爱的老婆，你条总讲，我会给咱两个结婚纪念日放回去啊。你啥物事直接跟我讲啊？我跳过一片，我讲什么客户的 party？ 直接跟你讲，安尼又无趣味啊。而且我不确定讲你是不是跟我同款哦，这么期待咱的结婚纪念日。这是咱结婚了后头一次结婚纪念日，我当然嘛期待。你都唔知呀？你看起来咱无要无紧，我唔知道我失望诶。这几年来，咱两个到底哪经历这么多代志啊？你果是囡仔妈妈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哪可能放袂记啊？以前我嘛知呀，即阵嘛也搞有真侪风波，你要操烦代志伤侪啊。就算讲你真正放袂记的，我嘛不要紧啊。那是其他的日子啊，像是讲我什么时阵考到全校第一名啊，也是讲我成绩发表会，这我拢会当放袂记。啊，不过我什么时阵该娶你嘛，我是永远无可能放袂记啊。因为你，我的心才会定来。有你了解我，你不要支持我。我唔知道我安心要向怎样？刚才我一出期待今日的，我想要今日跟你讲，老婆辛苦你啊，我多谢你。所以才会找我来翕婚纱照。哦，不，这不是婚纱照，这是咱一家三口第一张为全家福啊。虽然讲小志成哦还没出来。不是小智成，是小智慧。智慧，智慧，智慧。哦，是智成加雅慧，智慧对吧？我讲的话，蛮该水拢坐我伫个讲啥呢？慢点。